大家好啊！好耐冇做喺辦公室入邊用微波爐做 cake 啦。咁今日趁情人節咧，就試一試一個作骨嘅拉瓦 cake 嘅。咁材料好簡單，有微波爐喺嗰度，咁我哋可以試一試嚇。OK， so 咁就嚟啦，依家即刻嚟。首先係。我可以買部火機先 OK 首先就是四分一級的四分一級的麵粉因為要做兩個 recipe， 所以就兩個啊。OK， 跟住兩 teaspoon 嘅 baking powder。1 teaspoon。个 baking powder， 1 teaspoon 乘以即系，系录紧噶，你咪过啊，冇咩所谓。1半，再加1半。都是 1 tablespoon 嘅，哇，又得噶啦，算啦，多啲就多啲啦。咁突破性呢就應該是1 teaspoon 啫。咁依家2 teaspoon 就差唔多去到1 tablespoon。咁上下，系。2 tablespoon 嘅 sugar 呢度我哋用。都總共要4 tablespoon。用紅糖好似係香啲咯。之前試 recipe 嘅時候試都冇咁甜，不過到時候我哋會加層糖衣要上高咧，咁咧佢就會應該可以甜翻。2 tablespoon 嘅 cocoa powder， 2 tablespoon 係4 tablespoon， 跟住2 tablespoon 嘅，唔係2 pinch 嘅 salt。係2 pinch 嘅 salt。基本上就先將呢啲嘢扣穩，多咗嘅 baking powder 應該就多陣味啫，實保證呢啊，就唔會對成個食譜太大影響嘅。
先將啲乾料，先將啲溝乾料溝勻先。跟住落嚟就係四個 tablespoon 嘅油啦。咁我哋就用溶咗嘅白得四個 tablespoon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加多少少啦，分手。跟手就是兩個 tablespoon 的牛奶，兩個 tablespoon 的牛奶，即係總共四個，因為做兩個 recipe。OK。分子咧就落多一個 tablespoon 嘅 vanilla extraction 啦，多一個香味。OK， 就咁，跟住落去就攪勻佢咯。其實基本上就搞掂啦。就是这样的。Morning。咁你会睇到呢度有啲干啦，咁我觉得系其实可以接受嘅。如果你觉得太干嘅话，你咪加少少油落去咯，或者加翻少少奶落去。系，我都系觉得沟匀先啦，先沟匀 ，make sure 真系所有粉都已经沾晒，你先决定最终嘅湿嘅程度去到边啦。其實真的很乾涵，很難搞。所以我就決定加多少少油下去，讓它沒那麼乾。基本上就搞定了，我看到全部东西都 OK 了，都混晒了。So， 好啦，跟手就放入个杯入边啦。咁
基本上咧就唔需要擺到好滿嘅，因為上擺咧我試嘅時候咧，佢會溢出嚟嘅。所以基本上我放半個杯就夠噶啦。放半個杯，跟住入邊放粒作骨落去，咁佢先會流心。咁打入边先 ，OK， 都咁半个杯咗之后，摆粒作骨入去，跟住再铺上去，因为个作骨比较大粒啲。所以到最後一定會是湧出來的，我估計啦。OK， 大致咁其實都算好滿㗎啦，可以再減啲都仲可以再減啲。咁通常我哋會用拍波咯，咁就唔使做到好靚嘅，因為佢到後尾會自己發嘅，基本上就佢自己會填滿曬所有空間。OK， 基本上就搞掂三隻，一分鐘就夠，我試到，因為大細嘅問題。OK， 攞嚟定先。叮緊嘅時候，我同你解釋一下到底係點嘅一回事啊！
一般的流即係流滑劇咧，其實咧佢成個 batter 係已經熟咗嘅，佢會稀啲，會熟咗，跟住食得嘅基本上就好似做 good meal 咁可以食得嘅。咁跟住咧，你去落一般嘅 oven 咧，你去烤佢咧，你係將出邊嗰層烤咗佢，等佢一個一層皮啦。咁但係你唔烤到佢半熟咧，中間咪仲係漏水咯。咁液體狀咯，咁佢咪可以呈現好似喇哇嗰種流沙嘅情形啊。咁但係由於微波爐咧，佢唔可以做到烤一半嘅感覺嘅，因為佢嘅力度係穿透性嘅，所以佢一旦穿透咗，佢連入邊都會煮熟嘅。咁唯一嘅 trick 就喺將依個錯夫咧，因為啲錯夫就熱只會溶，唔會熟，唔會硬噶嘛。咁咧佢就會你溶咗佢入邊，佢咪維持一個流沙嘅形狀咯。Yet 其他嘅啲麵粉就會變成硬體狀，咁就會造成你嘅嗰個流沙嘅景樣啦。Okay， 你睇到其實係唔錯噶，一分鐘就搞掂噶啦。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挺靚仔下的，入面應該那個位置就是流沙的了。那跟手就可以落些糖粉下去吧。咁就大功告成啦！我睇到嘅係一下，女仔幾唔錯噶，係咪？響 office 又可以整。OK， 今日做呢個 cake 就到此為止。下一輪咧就係要整一個big breakfast， 情人節嘅 big breakfast。